超稳微云台夜色更精彩。本节目由 vivo 蔡司联合研发 X60 系列冠名播出，自然营养，自然健康。本节目由潮流健康合伙人安利纽崔莱诚意安利。小程序的营业额已经超过100万了，奖励 4try 之旅，又激动又兴奋又害怕，好凉快呀、啊哦！好快乐！呀！太爽了！我竟然敢做滑翔伞了，我可没那个胆儿，我还指挥您往哪儿飞？对，往家飞！耶、我不会给你一个奖励。为了让你们逃离打工人的魔咒 ，Flex Boom 的入场券，车不要进蹦迪了吗？这个比提车还好了。要不我们安排有一天去密室逃脱？我同意，我太想去了。超稳微云台夜色更精彩。本节目由 vivo 蔡司联合研发 X60 系列冠名播出，自然营养，自然健康。本节目由潮流健康合伙人安利纽崔莱诚意安利。当潮不让，就来 emoji 一下。本节目由中国农业银行行业赞助播出，潮流合伙碰出新潮。本节目由芝华士调和不平凡威士忌赞助播出， Keep 单车在家骑，加倍燃脂塑身形。本节目由运动科技品牌 Keep 赞助播出。每周五20点 VIP 会员专享下班了合伙人二宿舍日常大公开，看潮流短视频，参与二创活动，万元奖金好礼等你拿。今天我们去玩密室逃脱好不好？晚上放飞大 party。哇，我今天头型都做了。party。我真的，我是肿吗？还是你是肿了？你看一眼这个镜子，然后你是这种角度，你这个角度当然会肿了。哎呦妈呀！我现在都不敢低头。有一个方法让你在镜头里面瘦一点。就是把你的石头一直顶着你的上腔，哎，不是往下顶，不要往下顶，收回去，用你的意识感，哎，收了很多，收了，真的吗？有吗？我看看，你放松，你顶一下，我看你的区别，你不弄，弄。你是脖子往里抠了一下。哎，我朋友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不会皱眉头。哎，皱你能这样吗？不行。作为辣妹，你必须得学这个。哎，不行。我这样就好了。哎，不行，这个是可爱型的。你要辣妹。有吗？你能这样吗？手势也这样。对，就是。你不会皱眉头。对，就是。我觉得我这儿的皮特别紧，就这儿。然后我皱眉头，没人看不太出来。我这样已经皱眉头了。你是还没开发吗？这种肌肉？不是，就是我最紧最紧就是这样。我现在已经很紧了，所以我这样。他就这样子，感觉还是在耍可爱，所以是不是因为我演戏有这个问题？没有，你怎么皱都比较可爱的。我可以单挑眉，你可以吗？可以啊，一直挑。哇，这么快！我要可以这样，哇！再转一次。哇！不，你爆屏的时候会用这一招？但是还没用过。很厉害，这一招突然折的。到了耳朵能折三折。
一、二、三。啊！厉害，每个人都身怀绝技啊！你们要去玩密室啦，紧张吗？我想要玩成都最恐怖的密室。你们三个人都是不敢玩的人啊？是我们五个吧？反正我今天决定就是不睁眼进去。但至少我觉得我好一点。没有吧？你比程程强。我比程程好。还是我比较好一点。至少你不需要两个人保护你。对啊，他前后要站一个人。我觉得今天就可以让他做第一个，然后我垫后。垫后我觉得更可怕哎。哇，我完全做不到，兄弟们。如果在密室里面误伤了谁，不要怪我。你就站最后那个。真的，你知道以前有一个环节，就那种爬洞，那个洞里面过就排排走，你知道吗？但后面有一个鬼追我们，我完全没管，我就挤着一个人就从那个洞里面爬到第一个去了。你好过分、啊！真的吓成这个样子，完全挤着另一个人过去。你玩都是恐怖的吗？以前？我每次去玩一个密室，什么什么恐怖的密室，我从来都没有正，就是那种比较有名的吓人的密室，从来没有正眼看过那个密室长什么样子。那你去玩干嘛呢？凑人数的吗？嗯。你朋友都？我长得可能比较像坦克。我看到他，我会觉得他是个坦。你知道什么是坦吗？就是我们分奶跟坦，然后坦就是完全不害怕的，我们就会说这个是坦。然后坦一般就是进去会保护大家，看到鬼都没有反应。还有奶，奶就是像他们这种就很怕，啊，不敢不敢。然后还有叫毒奶，就泛成那种，就各种乱叫什么的，就很夸张。那我不是毒奶吧？你不是，你是正常的，你是奶。哇，吃饱了吗？吃饱了，我们走吧，我们去玩密室逃脱好不好？耶！耶，去玩密室喽！等一下，我保护你。好。悄悄地马进入主题了，好吓人啊！我现在已经开始紧张起来了。程程没那么怂吧？你千万别给我害怕。你好，欢迎光临。哎，大家请里面坐。哦。哇，还有点心。哎，这边给大家准备了茶水，还有点心，大家可以先享用一下。谢谢。哦，谢谢。哎，我一进来我就开始觉得浑身亢奋了，已经。啊。我们是一个青山的主题是吗？对，看一下，就是这个。这是微孔、中孔还是重孔？微孔往上，差不多应该能算到中孔的样子。哦。那你可以调一下变成重孔吗？不要不要，倒是不必了，我觉得。大家想要更恐怖一点吗？没必要。它只是一个游戏。你小心哦，我也有大众点评，我会举报的。我觉得不满意的话，我也会点评你的。他没有大众点评。他不会用大声点评，你不要在乎他，他说的话你不要信。啊，大家可以先进去体验一下，然后看大家状态再来。好，这边去会议室。好，这是会议室，就在这儿。伟霆哥，我们可以合体吗？合体？你别搞我。全程是这
最怕的。本来不怕的，被你吓死了，可能吗？现在已经心脏要跳出来了。有没有跳得这么快？他跳得好快。大家需要扮演这个故事中其中的一个角色。嗯。咱就这样盲抽，抽到什么算什么。不一样。不会玩的，抽到个男的咋办？哇，我是个女生呀。胆小怕事，这就是我。出汗了，他出汗。到底是谁要玩这个游戏的？给大家讲一下游戏规则。多年前，女职工张月如意外坠楼，下落不明。职工张某因此噩梦缠身，精神恍惚。他从二楼跳下去了，他抓不到我。事件发生后，由王庆贵封锁现场，五名职工悄悄潜入，想要调查事情的真相。在本次游戏剧情中，五位玩家需要分别完成单人任务与集体任务，才能查明真相。来。佛抓精神，来吧，快点娜娜，来雨欣，说实话手有点怕。哇，啊，来吧，我们能冲破这一关，我们就能冲破一千万。一二三，加油！就，大家看到了吗？那边呢就是大门。哇 ，amazing！ 来吧，他动不了。哈哈哈哈哈来排好队。徐国强是在哪儿呢？在这儿。那你需要站在第一位。这是什么剧本？我最怕，为什么还要让我干这种？但是你要想，是你自己抽的，这是我们自己抽的档案。对，不是他们为了专门吓你。哇，我想死。哥，好，咱们到了门口呢，会有一个小小的门槛啊，来，走，迈步。迈步啊，万真菜。等一下，好，来右脚，好，就这样，走，放心，没有人吓你们啊。好，不用担心了。我们还没有开始，为什么？哇，等啊！好吓人，感觉现在好冷酷。来，请将双手放下来。啊！所有人向后转。好，我会带大家一个一个的进入你们所待的地方。一个一个。对。别，不要，不要，你要干嘛？来，一只手抓这里，抓稳扶牢。好。好，低头，低头。我是上了一台车。再低。下一位。在这里。好，来，跟我走啊。国强同志啊，冷静一下。哦。我没有忘了你。跟我走，来，跟我走，来，往前走，放心，没有人吓你，不用怕。哦。不用怕，不用怕啊。来，跟着我的指引走啊！走走走，来停停，来摸一下，这是什么？啊，方向盘，怎么又是司机呀？我开了好多天。我不行了，我想死我了，救命啊！大哥，伟霆哥，你们在吗？我们在。啊，这怎么还隔开了？没有。双手抓在方向盘上，然后呢？我就要把门关上了。
等一下，我旁边好像坐了个什么东西，这是谁呀、啊？毛怎么这么多呀、啊？啊！为什么我旁边有人啊？双手。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咱俩能握手吗？求你了，别吓我，我害怕。你要什么？你要签名吗？都给，都给。我给你们发微博。我对这个蜜是特别满意。不是，它有毛，它真的有毛。你为什么不让我摸你呢？咱俩能不能当朋友？我们为什么要玩这个呀？等会儿我旁边到底是个真人假人？这是真骨头啊！我好害怕，求你了。大家现在可以取下眼罩，开始拍了。取了吗？你们都取了吗？取了。是真人。你们是来干什么的？哦，是个女生。哦，对不起，我一直摸着她的手。她。我姐回来了。一打雷他就回来了救命啊，为什么我在这儿啊？所以我们一听到打雷就要躲开他，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干嘛？我们要下车吧，应该。哎，你们看这儿有这个钮，是不是有密码呀？哦，我看到一个红点，三四，没有三，这是三，四三二三，六六，那是六。魏霆哥，魏霆哥，魏霆哥，你在吗？六五二三，能不能救救我？是谁提的要玩这个？真的，为什么要玩这个？五六五六五二三。哦，OK。我的门开了。啊！你下去把我们开门，兄弟，乖，加油 ，bro。我有点做不到。没事，晨晨，你缓一会儿，缓一会儿，缓一会儿。你这样，你能牵住我的手吗？来吧。你摸我的手，我也不怕。可以吗？可以。走吧，下车。我把帽子戴上了。这样。市将面临大面积停电，请各单位及时启用备用电源。他说要找备用电池，是不是在这儿找？等一下，谁是万强？我。根据你的灯光指示找到白大褂。你找到第一件之后，就会有灯光引导你到第二件，进到这个工作间。工作间之后，你要把门关上。哦。然后你要找到这个电路维修图，然后恢复好这个电闸，然后我们灯就开了。你先出去，应该我们关了门就有灯光指引了。Oh my god！ 往下拉，雨欣。你的后面指路还有一个白大褂，你要把它再拉上。Oh my god！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那红色的光吓死你！拉完。跑回来再做下一步，就这么简单。雨欣加油，雨欣加油、哎！小心地上有水啊，还是 ？Oh my god！ 我陪你。灯呢？你要抱我。Oh my god！ 可以的，雨欣，我们可以的，一二。没事的，没事的。Oh my
my god！ 没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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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烫死我了！在哪儿？没事的，哎，门呢？门呢？我们拉下来了 ！Oh my god！ 我们拉下来了！你要去维修，维修，维修。好，我陪你去找发光房间。然后找完之后我得回来，你得自己进去，然后把门关起来。好，我们可以的，雨欣，没事没事，一二三。Oh my god！这房间在这儿，我看看。Oh my god， 这里面肯定有人。这个里面。那你先不要在外面更可怕，外面更可怕。就是这个，你要把这个修好这儿，然后我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里面先检查一下有没有人。不行，得抬起来看一下。它是锁死的，没有。太吓人了。可以的，雨欣。我先回去了，知道吗？如果我不走，我们就得一直困在这儿。OK， 走吧。为什么要来玩这个游戏？哦，我灯亮了吗？外面？陈林可以出去执行任务了，这里是不需要等外墙回来的。我是什么任务？部门找到走廊灯光处，然后有个轮椅坐好。我什么都不怕，我是撞到火影。转走了尽头，找到自己的工作间。我们走，我们要走直走，然后右拐。不要派 NPC 吓我呀，求你了。哎，你下去啊。哎，伟霆哥，怎么每人一间啊？哎，大哥呢？是我害了受害者的，我去举报了他。伟霆哥，我也得举报，我得举报张月如。你们先看，然后我传出去。哦，好好好。能不能给我一个摄像大哥呀？求你们了，你这样没法玩了我。太原这边的话，我今天给你安排一个。你就让他跟着我呗，要不然我不行了。太原不要害怕哟，你可以看一下五号柜。五号柜有啥呀？啊？哎呦！哇，真受不了！这怎么开呀？我的门开了。出去吧，娜娜。OK。大家所有人分成两组，然后咱一组人进入电房，然后去打开那个电闸。怎么往上啊？有没有灯啊？有没有灯啊？哦，有了，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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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哎，赶快队长击告他们。然后第二组人去找钥匙。找钥匙。小钥匙。把门打开！我已经拿到钥匙了。快点！给我老实点！给我老实点！杀人！快点，你们在哪？放下去！
我现在这边有两个保安，你们可以帮我们一个忙，分散他们的注意吗？有两个，我们走不了。那我们怎么分散啊？你去引他们，引他们，引走其中一个。快点，快点，快点！我没力了，我没力了。Grace， 你开着门叫一声，然后我们就把门锁住。快点，快点，快点！快，你叫一声，你出去啊！啊，你就啊！啊！楼下有人吗？楼下有人吗？谁在楼下？太帅了，维霆哥，简直像警匪片里面那种 Sir， 陈 Sir。攀爬的过程中注意安全啊！有人在吗？快我出去！快出来，快出来！月如姐姐，是张月如，是她，是她。Hello， 跟我们去 for try 吧。太尴尬了，这个。你们要相信我，抓王金贵啊！抓王金贵！快去，快去抓住他！快去，你们快去，他就在医院了。反客为主，这个环节好玩。抓他，抓他！王金贵，你给我过来！王金贵在后面，别跑！啊！我要逮到你了！王金贵！哎呦！王金贵！我已经勇往无前了。谢谢，我演的真好，太棒了，我演的真好，谢谢。走吧，真棒，真棒，真棒。我的灵魂受创，我感觉太可怕了，真的，我的灵魂受到了创伤。你不知道看到他的时候，那前十分钟我的惊吓，回到了现实的生活中。怎么设计出来这些游戏，真的太可怕了啊！我们现在20分钟车程，然后我们去吃火锅。我为什么在节目里面开车，进去还要开车？我但我也从来没有五个人一起玩过密室，我觉得好好玩的。我也觉得好好玩。我觉得里面的美术还有灯光，他们做的非常好。雨欣，我采访你一下，你刚刚害怕吗？吓到手都出汗了。奶楼，你刚刚太帅了，他拿那个椅子顶住那个 NPC， 然后就看起来像在演电影。我最累是神城头10分钟已经用尽我的力气，笑死我了，笑得我好辛苦。但是我发现承认其实都是刚开始害怕，后来适应就好了。哇，后来还好。你都是刚开始。后来我觉得我再不正常一点，就要挨骂了。我不想被骂，太可爱了。到了，终于到了。小龙坎啊，小龙坎好吃。哇！大家都有小龙坎。耶！欢迎光临小龙坎。我们直接点吧，雨欣帮我点吧。点，说。午餐肉和撒尿牛丸。哦。有没有香肠啊？给他点上香肠。香肠？不要！他开玩笑，我也不至于每天都吃香肠。你不至于？你再跟我说你不至于。你的那份坚持去哪儿了？哇！我要椰汁，椰汁。给我的宝宝来一个椰汁。我要干。椰汁不是椰汁。刚超市里面先上吧。哎，好嘞，就这些是吧？对。这个是我们的四川的特色，我们的盖碗茶。好，功夫茶呢，直接叫。对，这个就是功夫茶。哇！哇！要这样子的吗？哦！厉害！太准了。
这肯定练很久。嗯，好，谢谢。谢谢，太棒了，谢谢你，哇哦，真功夫。其实我也有试过这个，真的，我直接溅到杨迪哥脸上。好累啊。他太累了，他在为晚上的 party 养精蓄锐。去洗手间，我也要去。兄弟，再想要一杯茶。我给你倒，我给你表演。好，来，让晨晨来表演一下。你好，你好。我觉得咱们都是同一代传人。那我就给大家来表演一下吧。好厉害！你等一下，我换个角度，你别傻大王。等一下，很适合你的风格。来，演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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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了，可以了。好，摆个 pose， 摆个 pose， 单脚，单脚，对，单脚，稳住，稳住。老师，你觉得我师从你可以吗？好，这里我要远一点的，我的要求是远一点。啊，是小心啊，我只能说小心了。嗨，哇哇，不反了吧。完全不行，做不到，对不起，学会了放弃，谢谢。你好，打扰一下，咱是这边的超大午餐肉。哇，多多多土豆片，这应该很好吃，我下啦。这是我们的小龙坎毛肚。毛肚吃起来，朋友们，七上八下就可以了。嗯。午餐肉很好吃。你好，你好。怎么了？你好，我对服务员说，你好。不好意思，能给我一个汤勺吗？我想喝这个汤，谢谢。为什么你就会撒娇？我也想要学撒娇。你说一句，他说一句，胜负。妈妈，你昨天不在，我好想你啊！妈妈，你昨天不在，我好想你啊！你试试对心，你试试对心。我讲不出来。你试一试，试一试。真讲不出来。把你那个声线变一变。但是不必了，但是不必了。对呀，这样。老师。不行，我对谁都讲不出来。对晨晨说吧，跟他讲更恶心。来来来，试一下，试一下。你就说你喝口茶吧。你喝口茶吧，你喝口茶吧。行了，吃饭吧，吃饭吧。娜娜，如果要是你讲，你怎么讲？你这样我就很尴尬。不不不，这是个人记忆，以后这就是你的个人记忆。做小萌可以给我公筷吗？
做小萌可以给我公筷吗？哇！啊！做小萌可以给我公筷吗？给你。好 ，OK， 过关。好，用一个辣妹版的。那你要让他来，这他是可以性感。好，你叫他辣妹版的。可以给我一个公筷吗？可以给我一个公筷吗？这个卡住，不是队友遇见，这真的有。你好，我可以再喝点汤吗？可以，马上过来给您倒。太可怕了。你好，我可以再喝点汤吗？我不给你反应啊，这是一个技能，真的。啊，萌，你从来不撒娇的吗？很少撒，真的不会，不太会撒。会吧？想想你有什么时候撒过娇？我想想，早上起床的时候起不来。我起不来不是撒娇吧？对，那早上起来不是撒娇，是你叫他的。因为我有一次叫过他，我在门口叫过他，他有时候早上起来的声音比我还粗，每次伟霆哥叫我起床，永远都是没有敲门这一个步骤，直接就，然后起床，我每次睁眼就看着他，然后我就起来了，永远都是没有敲门这一个步骤，然后起床，我每次睁眼就看着他，然后我就想，你说下午，他在骗我，每一次看到我，就他，你来了，你给我醒啊，就装起来，想以为是起床，我一出去，他又睡回去。叫关了，都饱了吧你们？吃饱了。Party。Party， 好了，耶，走吧。哇 ，We like to party， 耶耶耶耶，耶 ，Party！ 看到的你就疯了。Party了，12:05夜变身。Staring
怎么回事？好了，在家里练习的舞步怎么回事？我又不好意思。你刚刚学的那个了，来，来一段，让娜娜来刚学的，快 ，OK， 5 6 7 8 9。来来来，可以可以，可以的，你冲破这一关就可以了。你不要看我，你要一起。我是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想蹦迪的心，我太想去了。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没有人愿意带我去夜店，我愿意啊。你先把律动弄会。老师，明天再教我第二步。好，身体左右，左右。左右，左右，五六七，走。这个是去 party 的时候可以，这个真带你去夜店。Fresh Moon 的入场券。我身边的人好像没有特别喜欢去蹦迪，所以就变成说我成年之后没有这个机会。就可能对于我来说，这个东西是好奇的。然后这一次团建去了成都最有名的夜店，最开始我也有点放不开，但后来。Fortran Family 就鼓励我嘛，然后我也跟着大家一起律动，释放自己，也算是完成就是，自己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来，朋友们，好帅！娜娜在舞池表现得非常好，表现得非常好，我很骄傲的，嗯，很骄傲的。我觉得非常好，特别释放，而且是有 swag 的，是我的刘老师教的。没有，你自己会。东京潮流情报已收集完毕，请使用 vivo X60手机正式开始巴蜀潮流计划。二位，不整点火锅吗？蒸不了，蒸不了。哎呀，没得哪个到我那点不吃九宫格啊！老二的吃不惯，多了个江湖火锅嘛。六万，哎，五万，跟他也是，得有新招式。刚才那两个娃儿刷的啥子手机啊 ？vivo X60。vivo 啥子 ？vivo X60。啥子 X60 嘛 ？vivo X60。都起来了？不知道。啊？起来了，去 party 了，去 party 了。哇，好像当年的宿管老师。你先下去，我等着下去。哇，我这一下头，我给你包一个头吧，来，你坐下，顾客气。OK，
好、啊，做了你的造型，今天你给镜头看一眼，你现在什么样子？嗯，确实不难看，不难看，我感觉好瓜哦，这你好可爱，美羊羊，美羊羊，一个扁东西就这样压在我的头上，你看一眼，你看一眼，走吧，照个镜子。OK OK OK。哎，情侣款。情侣款。我们现在说什么话都要带一个咩，好不好？咩咩。哎，你们俩在干嘛？起来没？起来了。起来了没？起来了。你俩在干嘛？你好精神没？啊？你好精神没？好可爱。你你。咩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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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咩，逐渐听话。这是什么？蜜水。感谢美。美美美美，谢谢雨欣美。Morning。昨天睡得特别好，睡得特别早。今天容光焕发美。你们想吃？好好。我们是吃草的，面哦。我想起来，我去农村拿个报表，我们的业绩，会不会一下就到200万？我们休息了，小王可能。嗯，猜一下吧，我们哎，你们为什么有那个，他们自己把毛巾弄的咩，这不是在叫咩。这算什么？你猜多少？120万。我也猜100。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点提成。140。180万。哎，你的这款终于到 top one 了。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碰到1000万，有机会碰到。不是，他如果按这个速度，真的可以，真的可以。就是前天是100万，所以2天我们有85万，嗯，对吗？嗯。所以我们定2天到300万。我们想一下有没有好的主题，等一下。好，好吗？大货车。好 ，OK， 我们去刷刷洗一洗吧。这是我的家族手，这叫什么？手作。谢谢你把它传承给我。咩。传给你了，下一代咩。咩。咩。下一代传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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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走吧 ，Go。娜娜，海婷哥，你要叫宝宝。怎么呢，猪猪？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心情很好，还不错。
我可没带钱。作为第一季的优秀员工，请你帮助第二季合伙人完成两个目标，为他们赢得5000元的生活费奖励。目标一，搭配一套令你满意的 look。 目标二，线下活动当日营业额突破10万。有奖励意识要对5位合伙人保密。我就看着营业额突破10万，我害怕。这是突破谁啊？到底是威廉哥哥，我是 GoTrade 的大客户，我是你们的福星。是这个是仓库啊？整理整理我的衣衫。那边，哦，去那边啊！啊，大伯不好意思。哦，原来在节里啊。我是在这儿选衣服。哇，这是Fosha的表。哇，这些饰品真的很适合我哎。哇，这里真的很棒哎，比上一季好看太多了吧。会议记录，这搞得还比较严谨的感觉。实际线上成交量，个10、100、1000、10000、100，198万。哦天哪！哦，我有陈伟林电话号码。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我的爱已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吻。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饭也整完了，男人还没有回来。我想着你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你回来。到了。作曲家。哎，我哎。喂，怎么了？我新歌。这是嘉宾吗？看啥呢？这攻略谁都看点攻略不是吗？能退回去吗？还有退嘉宾呢。你们怎么才来啊？我们这个昨天蹦迪去了。真的吗？你好你好你好，大勋大勋。Hello. 哥哥好，哥哥，姐夫姐夫姐夫，这事儿这么多，哎，忘了我了吗？大勋，勋哥，大勋，大勋，大勋，哥哥好。我们过来吧，我们过来吧。你们来干嘛来了？我们来今天是干活的，等你们半天了。哎，我们要不要拍一个 OOTD 啊？可以啊。
拍什么？怎么拍？我这衣服也不太适合拿个篮球吧。威廉哥哥婆婆出镜就可以了。对对，这个是我们昨天去了 party， 深夜酒吧，深夜酒吧，老滚他是真是假。老板，我们布置一下工作吧。对，我就这里开个会，然后我就把大概的东西说一下。你看到前面就是我们实时的，我们是200万，然后我们这一次的任务就是要冲1000万线上的。本来我以为不可能的，我们就是。但我们很快的200万了。对，熏花，你快弄弄。卖了几天啊？一两天嘛。哦，一两天就200万？不是，几天要冲一下？我们是两三天冲到100万。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走势，我们有机会冲1000万。嗯。但现在其实我们还没有过安全区。我们节目到一半了，其实我们应该要到500万的。对，那我觉得500万是我们的安全区，所以我在想，要不我们改变一下我们小程序的套路，因为我们有分线上跟线下，所以线上是我觉得是比我们线下要重要。也不能说重要，就是那会更多钱吗？更多钱，但是呢，我们线上是没有提成的。他不是线上吗？他懂吗？他懂，他懂。那你们谁选品呢？我们今天就是在这里一起选品，有那么难懂吗？半懂不懂啊。所以我在想，要不我们把线上跟线下反过来，我们找一些素人，我们就当就是把他们改造。从哪找啊？就是来电的人，来电的人想让我们去改造他们的，都到我们的店里面，然后呢，我们就把它 before and after， 铺在我们的小程序上吗？对。然后呢，他就是我们的 model 了，你理解吗？但是你要把 before 也要放到我们的小程序上。对，什么叫 before？ 就他一进店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学点英文的来 ？Yes. Before, after. OK, OK. Before, after. Before 是之前 ，after 是之后。中间呢？就是改变了。中间呢？中间叫中间 middle， 是吗？嗯。所以明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叫什么素人大改造吗 ？OK， good， 好，好啊。所以明天等于说我们是在店内现场给客人穿搭，对，然后给他化妆。What？ 我们还要负责化妆，整个妆法。Oh my god！ 我们今天就发一个微博，就预约明天的，需要我们改造团来帮他改造的话，报名吗？对，报名。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冲到300万。对，对，我觉得他说的对，伟林哥说的对，我不管，我给他化妆。麻烦了，我找到另外一个范丞丞的事。好可怕，两个范丞丞，受不了两个范丞丞。老板，我跟范丞丞需要干什么？你们只要安静一下点。外卖到了，外卖到了。It's lunch, William, William. 你们潮人也就吃这个，做生意真不容易啊，一人就吃一碗面，可怜，哪像我吃了东北菜来。你是东北人吗？哦，是吉林的，听不出来是吧？听不出来，你没有什么口音。是啊，我也是这么觉得的，我其实偏那个港台那边一点，港台那边一点。哎，是吗？别卖货了，你们不可能成功的，一下子放弃吧，我们好好玩几天。直接出去吗？在这个门口直接就。我来这个节目一次饭都没做过。为啥不做呢？白训练你了，哥，是不是啊？我来这个节目职务很多了，你以为呢？会开车了。啊。他开车稳吗？很暴躁，暴躁小贩。新手司机是这样的。你讲你是什么司机？老司机啊。老司机带带我。我要去昆明呀，老司机带带我。他们好像找失散多年的兄弟一样。一起选吧，快一点选，就一个 right 一个 right 这样。
一个外一个外是什么 ？Rack 就是杆子啊，一个杆子一个杆子的看。OK， 你不是曹玉也去了吗？你去干嘛了？你曹玉？我卖衣服啊。成功吗？还蛮不错，最后买了很多我。最后你买了很多。哎，你的头发为什么长得这么快？嗯。啊，上一站也不是，也就是没头发是吧？这个，我不是拍完戏了吗？长出来了。看到了。你中间那个要改不改了？是吗？对。我。我可以玩一下吗？我可以玩一下吗？你今天不合作的话，我知道怎么教训你了。哥哥，我错了，哥哥，哥哥你最棒了，威廉哥哥什么都听你的，你是最完美的男人。听我，你是最完美的男人，你是最完美的男人。我爱的，我爱的，真的我爱的。接下来怎么搞，老板？你安安静坐在这里。我们不说话还不行吗？对，我们不说话。我们不说话，我们一句话没有，就帮人推车。对，我们俩就帮你推车。好，行吗？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完了，我觉得这两天会很辛苦。对，这别，我们是一家人，别让嘉宾第一天来了，我们不能这样。还好，嘉宾有点，他承受能力特别高，知道吗？承诺，我带你先去参观一下我们的这个仓库。那行啊，可以看看啊，你们慢用啊。来，大勋儿，店长，我们去选货了。好的，那我们尽量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完成，走。这一排全部拿下，什么拿下？这一排全部拿下，两个范丞丞，拿箱子，拿箱子啊！我们要装包包。哎，我看到一条我很喜欢的裤子 ，Song for Mute 的。Song for Mute， 你必须得。这我超爱的。什么超爱？只有一条裤。这是什么？上方面是一个澳大利亚。哦，这我知道，我也超爱。他们说的话我听不懂怎么办？他们超爱的。说你知道，说你知道，说你知道，现在说，我知道，你超爱不超爱？我超爱，他也超爱，我们都超爱的。我觉得他们两个来搞事的，晨晨找到一个，另外一个晨晨找到一个同伴，太可怕了。哎，帮我搭一个好看的呗。目标一，搭配一套令你满意的 look。你要啊，这个挺好看的。伟霆哥，你觉得？别叫我，这个你超，不要叫我。这个他看上了，你超爱的。我觉得可以，你们来。我觉得素人改造让穿这件。他们两个太恐怖。好，那我们。这个多好看啊！要中国风的那种感觉。嗯，先试一下。哎，有种皇家气息了，龙袍的感觉。哎，好看。我们都超爱的，嗯，这哎，我也想试试了，来，先生，这衣服真的好看，好看，威廉哥哥特别好看，这衣服试一下，真的，中式的，对，中式的皮衣，小皮衣，好看，你穿很好看。这不错，在哪里的？这里，在哪里的？整个 rack 拿走，整个 rack。哎呀呀！整个 rack 拿走是什么？对，整个、啊、这个是一个吧？这一排都拿走，这一排拿走。哎，伟霆哥，你看一眼这个。马卡龙颜色的，咦，你居然选择了紫色，我给我自己点突破，我对你另眼双看。我现在只走 hip hop 路线。什么趴？什么？什么趴？你再说一次，范丞丞。
呆了。哎，他说我胖。谁啊？范丞丞。别理他，今天别理他好不好？好。今天他有同伴，他就飘了啊！你怎么能说人胖呢？你怎么能说人胖？飘了，好飘！今天陈家好飘，你看不干活，你看他。现在从今天开始，我不跟你说话。很飘今天。哎。哎。把衣服叠好。哎。没当官这里看不出来吗？没发现所有人都在干活，只有我一个人不干吗？看出来了，你是老板，我知道了，被你发现了。哎，清晨，哎，要不你负责把衣服垫好，不是这样塞进去的呀，要垫好，你这样衣服会皱的呀。好的。咱俩已经能干一些库房里人能干的活儿。嗯。哎，我吃完饭有点恶心。别一天干点活儿，这么多借口。那是啥意思？就是牌子。你别弄。你别弄。你要什么给？魏大勋，这个一比组。谢谢哥。